大家好，我是大连，今天中午酸面条啊，甜甜面条。我的个面吃呀，该掉没油。OK， 酸汁 OK。这血的跟馍呀，你看这馍还是馍的，厉害。来点，这是鸡蛋花。好。来点蛋汁儿。放我菜少了，给。大家好，我是大连，你可又找着了。哦，今儿中午是，这是鸡蛋粉儿，烙面条，不说了，吃吧。天天反正都是面条啊。吃啥呀？我吃米汤。那兔子给我喂好啊。你又说的，我也没还没我跟恁叔母说的，我也没得找恁呢。咋了？恁那嘎真不听话，就要出来着，弄不住。恁再说看看给恁拆了，他从这溜穿这溜，穿这溜穿那也中，穿也中，他一病上危险跳出来。李明说我，你看好他，你给他们弄住吧，你把他再出去上门，你往恁找啊。Hello， 美女。你也是面条。你就是面条。我也是面条，吃的有人。多揣一个，不是一人揣。让俺放。让俺放了，小姐，你都让俺整。你想想，没来了，你看。对，今天又没在吃面条。你啥面条？我弄面条呀。做吧，贼当吧。你是酸汁吧？嗯。你有炒菜吧？嗯。不哥，不哥，我还是我长了点青草，我长点青草，你咋还没种呢嘞？他早餐没有的，两口子没有的。嗯，是俺们吃东西也是跟他一样的。啊。你不吃面还是嗯，这让我。炒的鸡蛋丝儿啊，炒鸡蛋丝儿啊。我都吃这米汤。但是装一根儿，加，跟你先别不装。我那三牙长的，那牙强的，那家伙。赶紧啊！你别不下功夫，我一见着你，搁到跟前吃饭，你憋不住劲儿，你说。可拉了，那谁？那一脚就是可拉开，俺去安排下午，咱那不亲不拉。俺去安排下午走了。哦。有啥呀？你三个人来哪呀？俺我年纪大。哎，不问了，成了。我年纪大不好伺候。吃羊肉。你不吃？我不吃羊肉。赶紧。耶。这多香啊！没到，我见见人家谁的路。安静。别往说，你看这家伙都树瘤起了，他家伙都树瘤起了，搁那。你这是老，你这是小娃儿呀？是，先是小娃儿吧，你看看。啥事儿吧？我呢，俺都是大娃儿呀。你大娃儿吧，一。是非在浪啊！要粉条加过来，那你那粉条不吃干点
身体。哈哈哈哈哈！那长得俊俏吧？俊俏不糊。那么懒。嗯。咱俩的饭可一点也饭呀，还都是宽面条。面条老面条好吃。宽面条好吃啊。嗯，我都吃个，我吃两个。嗯。他那个也吃不好呀。哎呀，我昨天晚上，我明天晚上。上我老家，他被他俩家，我着地上都行。不是，我这今上他看着我事儿，万一上我看着我事儿，我出不来。上哪去了？老面条也是宽面条。我啥都不吃，我靠，拖着酸菜吃。我牙也生成小虫，因为吃蒜汁容易红成小虫，蒜子长牙了呀。我操！我操！我吃枣子，因为有枣子。你的可你，我吃那蒜子，你的可你蒜子。我吃，俺俩都是好吃枣子。吃到面条，非得吃，想弄点臊子，那边弄点臊子水浇浇的。这吃蒜汁面条了。一个，一个面条。浇点水，乌冬面线不怕。我还是第一名，我还放我第一名，没有，十一点钟转了，那咋不第一名？俺回来都十一点多，那早都转坐这吃的，那也不用说十一点呀，俺都十二点呀。有的我不也啥呀？多少？要下雨不就行？俺也不好，俺也。蒸吧，不是俺们蒸，可热。俺也是。俺那个刘校长他回来，我那边回来我不出摊的，包菜也包菜不少。我也跟他累。你不就蒸点热了？你待着多无聊呢。不跑气儿。下里边不出摊。我下午就说的，那他俩回来了，到这儿回来你再给他吃。他一吃那个山药，走走，他给他吃。嗯。说的呀，头疼头疼的。搁那下边来。我够吃，我都吃了，我不吃完就吃了，不吃不吃不吃，哎，不吃个白汤，喝点白汤也中，非常吃的呢。你说咱这都喝点白汤，你说这粥里不喝点水？这吃了饭就是往这一蹲，开始蹦啊，啥香味儿？你整的喝的汤你倒，说说，哎。